哈利路亚，神真美好啊！神真美好，哈利路心灵安静。全心的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夫妇。
主啊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我们投入的相信耶稣现在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，按手在我身上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你永远谦卑服侍我，我感谢你，我享受你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背负是我，我感谢你，我享受你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惧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水边，我一生一世必有安慰慈爱随着我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平静在你面前，享受你，渴望你，耶稣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来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平稳安静。耶稣，哦，耶稣，我享受你。我享受你，我享受你，耶稣，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享受你，我享受你，哈利路亚。哦，耶稣，安慰我，安慰我，安慰我。
就我们平稳安静，完全的平稳安静，在你的里面很轻松，很平安，没有担子。耶稣，请你大大临在。哈利路亚，恳求求你充满我心，恳求求你释放我，恳求就喜欢你，我以神为乐。神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渴慕你，仰望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你继续站着啊，你们可以过来这里，我们为你们祝福祷告。你放下重担烦恼，完全的轻松。哦。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越投入，你越觉得平安的，越轻飘飘，好像飘到神那里。神啊，叫我们完全的轻松。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，我们看到约翰见到荣耀的耶稣就扑倒地上，其实原文是跌倒，没有说扑倒，就是跌。我们这个扫罗在使徒行传九章看到荣耀的耶稣，看到荣耀的耶稣也马上跌倒，这个是神的能力，神的灵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的，也影响我们的心灵，会感受平安、轻松、舒服，整个人好像没有担子这样。我们每一次祷告都尽量进入这个状态。耶稣，我们需要你。耶稣，我们渴望你。哈利路亚。你今天的感受跟昨天是不是有不同啊？轻飘飘的是，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可以带来，越投入就越轻松，越平安。耶稣，哦。
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主帮助我们更投入，更轻松，轻轻松松的，没有担子，没有烦恼。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今天是不是很轻松，很轻，漂漂？耶稣帮助我们更投入，自己祷告也进入这个状态。自己祷告的时候，也进入这种强烈的神的同在。耶稣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耶稣帮助我们放下重担，放下烦恼，完全的轻松，没有担子，完全没有担子。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！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！你可以这样呼叫，好像将你的重担释放出来，哈利路亚！将里面的重担吹出来，呼叫出来，你就觉得更轻松。而且可能会觉得有喜乐，耶稣放下我们的重担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，释放我们的重担，啊，所有烦恼都放下来，所有重担都放下来，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爱我到永远。耶稣爱我到永远，我爱耶稣，耶稣爱我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我到永远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哈哈哈哈，释放我的灵，帮助我们完全的轻松。平安喜乐，没有担子，没有烦恼，完全的轻松。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爱我到永远。耶稣，耶稣，爱我到。永远想着耶稣啊，想着耶稣，耶稣很爱你的，耶稣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平安。闭上眼睛啊，闭上眼睛，安，平静下来哈。耶稣，淡淡想着耶稣，耶稣，啊，谢耶稣，耶稣喜爱小孩。
耶稣，耶稣爱我们，看重我们，你是很宝贵的，在神里面是很宝贵，神很看重你的，神要祝福你的，神要陪伴你的，神与你同在。感谢天父，耶稣爱每一个人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小孩。你有没有感受平安、轻松啊、舒服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是可以感受到的，你投入祷告你可以感受到的，这个 是耶稣带来的。你投入，闭上眼睛，喜欢神，想着耶稣就喜欢神。耶稣，感谢天父。哦，圣灵带来的，你投入，你们经历过这个平安，投入，继续投入，将神的同在加强在你们身上。耶稣，天父阿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愿意被你改变，愿意被你更新，被你提升。神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喜悦你，我们感激你，我们欣赏你，有神真好，耶稣有神真好啊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陪伴我们，神啊，加力量给我们。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爱我到永远，耶稣，耶稣爱我到永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，感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有谁今天有经历这种平安、轻松、轻飘飘、舒服啊这种感觉的，请你举手。有多少人刚才祷告时有经历的，请你举你的手。其实你们大部分都有，今天比昨天更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投入的话，